Hello，台湾的朋友晚安。今天我自己一个人吃晚餐，我放风我太太，她午餐吃很饱，她不吃晚餐，然后她帮我买了这个回来，然后我就自己这里吃，她就在外面去买东西，买明天的水果。感恩，你们晚餐吃什么？祝你们中秋节快乐！烤肉，快乐，拜拜喽。